靠我没有后顾，野性贪望，霎眼27岁，时日无多，偏不敢偷懒，还愿壮丽丽奋斗，总不太慢。相机今秒也讲究，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，仍不怎么富有。用我尚有，换我没有，其实已用尽所有有。曾付出几多心跳，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，人值得。命中减少几秒，多买一只表，秒速捉得紧了，而皮肤竟偷偷上了，为何用到尽了，直至那样紧要？Thank you.